今日咧，我有只钢琴大师啊，就演唱一曲《时光倒流70年》，唔系钢琴别恋，系。听个老笋，我唱首歌送俾我哋阿华基，多谢我哋爱国嘅香港人，仲有我哋历史歌。好，对酒当歌，人生几何？你如朝露，去日苦多，慨当意空，忧思难忘，何以解忧？唯有杜康，青青自襟，悠悠我心，但为君故。沉吟至今，悠悠鹿鸣，食野之苹。我有嘉宾，鼓瑟催生。明明如月，何时可绝？忧从中来，怎可断绝？月密道千往，用生存契阔，谈烟心念旧恩。远明星稀，乌墙南飞，晓树三跨，何知？可以山不厌高，海不厌深，周公吐泡，天下归心。愿我会揸火箭，带你走遍空去，在太空空中两人战。好嘢，好嘢。喂，喂，老老实实，你可唔可以唔好咁优秀啫？你如果再優秀啲，我就托住個愛國嘅導彈，將你雲爆。喂，導演，佢足夠有條件做香港嘅才子，我講真嘅。阿陳公子咧，博學多才，出口成文，幾步成詩。頭先你啱啱度過啲嘢，好嘢喎！佢即刻度到咁多嘢嘅喎，喂。你估我想嘅咩？因為我哋有啲咁嘅偶像，名門之後啊，老友，名門之後真係唔係簡單。係一句翻曬，我們好不容易，我們身不由己，你唔好話係啊！我怕時間太快，不夠將你看仔細，恨不得一夜之間白頭，又不分你如果。全世界我也可以放弃，就是不愿意失去你的消息，而你在这里就是我们交集。今天呢就大力特登来呢，就是为了这个尿壶、有什么这么巴闭？这个尿壶就不是我的，就是收藏大家秋官。喂，呢、這個古仔要由你嚟講啦，因為佢一講完之後咧就急尿噶啦。咁呢個壺咧就係我哋石灣嘅出品，石灣窯嘅出品啊。個時間咧有成百年噶啦。哦，超過100年。冇錯，呢個咧應該係清代晚期嘅時候石灣嘅一個出品嚟嘅。初初我睇相咧，我以為係馬騮啊。因為個樣咁好怪怪地咁，咦係咪馬騮咧？後屘睇清，咦又唔係喎，又唔係中國人嚟嘅，咁奇怪嘅。首先你睇到佢個鼻比較高啦，係嘛？面比較下爬比較兜啦，仲有頭戴禮帽，腳咧就著住長靴嘅。哦，其實係做一個洋人嘅形象。哦，即係鬼佬。冇錯啦，依個咧就係我哋石灣人啊，名家陳惠岩。所塑造的，咁點解要做個鬼佬的一個夜壺呢？係就係、是、主要依個人物咧，
其實就是當時的英國駐廣州的領事巴夏禮。巴夏禮咧係直接發動了第二次鴉片戰爭嘅。即是要俾啖尿佢飲下，扁佢。我哋石灣人咧就係極之憤怒、其實係中國人都好憤怒。我哋石灣人咧，即係依邊嘅我哋嘅土著、講真咧，當時嘅文化水平唔高、但係有歷史意義石灣公仔就將巴夏禮嘅形象塑造成一個尿壺。在個頭上邊屙尿，就最直接咁樣羞辱佢。鴉片戰爭就係呢個鬼佬啦，嚇、啊！即係賣啲。講多次個名叫咩名？巴夏禮。巴夏禮就要即刻喂佢飲尿啦。冇錯。佢就係即係目無張膽咁樣咧，就將啲鴉片毒品咧就帶入嚟呢個叫中國。咦？呢害我哋嘅呢一段要俾啲香港年青人聽下喎。佢話鴉片戰爭係禁煙喎。黐線啦你！喂，咁而家咧就你咁中意啊嘛，咁我哋可以點樣表達咧？當時嘅藝術家咧就整咗呢咁嘅兩嘅尿壺。真係使用過㗎啦，你睇下裏邊。真係使用過㗎。我都好想使用喎、好似仲有啲味添喎。允許你嚟乜嘢啊？係咪啊？係絕對。我怕你啊！喂，但係呢件嘢價值連城喎。其實依件作品咧，就經濟價值可以講話唔係話十分高，亦都好難衡量，因為全世太少啦。主要係個歷史意義。咪住先，一千幾百萬定一百幾十萬先？依個係無價，可以講話，因為當時咧就係鬼佬知道咗以後，巴夏禮知道咗以後，就英國政府同清政府交涉，就要求將依啲尿壺啊全數銷毀。咁陳慧岩創作嘅呢個係應該當時咧就唔止創作咗一個，應該係批量生產咗一批，又或者係隔離鋪都有仿造呢啲咁樣嘅鬼佬尿壺嘅。咁鬼佬知道以後咧就要求清政府銷毀啦，當時全部打爛曬。我哋文獻一直有記載嘅啫，但係冇見過實物嘅。其實之前啊，直到1980年改革開放嗰陣咧，就係、文物普查，喺呢個容桂嘅一個老太婆嘅廁所裏邊咧，就揾到第一隻，唔係呢只，揾到第一隻，依家喺省博物館。咁我依個點得嚟咧？因為我喺佛山電視台嘅古董欄目咧，就做鑑寶做咗十多年，有一次喺廣州嘅一個鑑寶擂台，即係等好多。啲愛好者攞嘢嚟啊，好多好多人攞嘢過嚟咧，突然間有個人攞只咁嘅嘢過嚟俾我，佢話我睇你節目講過有隻咁嘢喎，嗱我俾只你啊咁，係啦，哇咁啊冇，無價寶喎，無價寶啊，唔係佢爛嘅，嗱依啲咧我收寶嘅。個鼻啊，依啲腳位啊，依個頭嗰啲，全部收保過。喂，但係我發覺呢一個要俾啲鬼佬睇下我哋中國人本事。你睇下個尿壺個直徑有翻咁上下，即係我哋中國人都相當咩嘅喎嚇。冇錯冇錯，即係唔好俾啲外國佬睇小我哋中國人啊嘛。冇錯，咁啊我都見過啲新房嘅，真係個 size 又大。度身訂造嘅，梗係一一鋪強啊！好，我都想房一個。拍戲都好啊，攞嚟拍戲啊，仿一仿佢。所以我而家咧有啲學校邀請我去講下石灣陶藝嘅收藏啊，我都會攞埋個壺去。哇！啲小朋友好開心嘅，個個過嚟摸啊。喂，你揾個玻璃箱箱住佢先得，我呢件無價寶喎。喂，你啱唔啱 size 啊？喂，今日幾個一齊嚟得唔得？阿趙公子講得好好啊！哇，趙公子係一個古董收藏家。啊，對唔住，馮公子，俾你獎金，馮公子，馮公子，唉，馮公子，多謝啊，馮公子。Hello， 大家好啊！今个礼拜嘅星期日自业华记会继续带我哋游山玩水，司徒山。系啊，今个礼拜日我哋会介绍呢个位于中山三乡嘅华发观山水。冇错啦，大家咧如果对呢个华发呢个品牌咧有认识嘅话咧，知道佢一定系一个优质品牌啦，而且咧发展商咧会设计呢个12万平方尺嘅商业配套啦，35000尺嘅会所，啱晒我哋香港人嘅生活品味。司徒山。系啊，价钱仲系好平添，三房都系卖。82万左右，仲可以做埋旺季添。哇，非常之吸引，而且今个礼拜日好似母亲节，司徒山。系啊，饮个茶，食个包，再嚟听讲座。系啦，可以让我哋一家人可以安居乐业啦。如果大家有兴趣知多啲嘅话咧，欢迎大家嚟临我哋呢个广东道332号地下华记正能量网红基地，到时报名做我哋嘅现场观众啊！希望见到大家，拜拜。